鬼怪等男扮女装的巫婆奋力冲出起点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出发。三太子前来凑一脚，跟着跑。一对男女身穿全套香蕉装，不怕跑起来卡卡，很灵活。我们要支持蕉农。要支持蕉农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会不会这样子跑不了？会，我们跑 20K。啊，下水怎么办？下水，裤子拉起来啊！重头戏莫过于抵达终点前的这段跑水道。冲下300公尺八宝圳水路，水花四溅，全身透清凉，跑者跟着嗨起来。赞哦，跑水节，跑水节，跑水，跑水，跑水。在水里移动颇有阻力，大多跑者比较像在走水，打赤脚或换上拖鞋涉水而行。彰化二水跑水节马拉松分全马组21公里、半马11公里，比赛前由蒸汽火车 CK124引领专车旅客。富有历史的蒸汽火车从彰化火车站出发抵达二水，全台各地跑者齐聚一堂，增添不少趣味。三立新闻许淑伟彰化报道。